小红书博主，一个人带着只有2个月大宝宝，从台湾飞到上海，除了带了3件大的托运行李，身上还有一台婴儿车和登机行李。过程中一度手忙脚乱，下飞机时任贤齐见他太过辛苦，伸出援手帮忙推婴儿车，抬到转盘前等托运行李。最后甚至直接帮他把所有行李推到入境大厅，任贤齐总共推了5大箱行李，但丝毫却没有一点不耐烦，反而相当热心又温柔，让袁坡只要背着孩子推着婴儿车就能出关，让这名妈妈超级感动，表示任贤齐人实在太好，手忙脚乱时有人帮助，心里非常感恩，并大赞对方是最热心的明星，一路上人也很客气。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大赞任贤齐实在太暖啦。Bye.